好啊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生猪交易市场，到货了啊，到了一车马，等一下卸车，咱们看视频。开始卸车了啊，卸到这个41跟42号圈里边。这马质量不错，这赶上去，急吧，赶紧吧！干！正常的机会把握住啊！老板要功夫呢。咱们这办事，你比咱们十八度的啥玩意儿？这马快点，卸卸了一点了。老板要卖，要买空腹。我去吧，这马都不中，他走来都是咯楞着的，一卸来一跑，到这马就出了提醒来了。家庭的这个红马，今天的动静啊，飞马坐山哥的，把钱挣了，机会把握好，记住，保证，不急，保证。干吧，你干吧，不犹豫，这个东西。卸了几个，再赶上去。不要走了，多少钱？16.7。16.7啊，空腹是吧？对，空腹。这会儿给我唱。啊。要不用给他算了，就是一高这上了。